嗨，各位，今天呢是11月13号，我跟公司请了假，今天是我的生日。既然是我生日呢，我就要做一个疯狂的事，其实也不算疯狂啊，就前几天压力比较大，我觉得想去释放一下压力，开开车看看风景这样子。前几天我跟朋友讨论到，以前就是有一种说走就走的这种影片，像这种合欢山的这个。还有冲日月潭，但是冲日月潭我就没有去拍摄影片。那我今天呢，就想要去冲高美湿地。那我们就出发吧。请靠右进交流道。居然在下雨了。刚刚出门的时候就有点阴阴的，应该是有下过了刚刚，所以今天是台中整个都下雨，哇，站了，哇，下超大雨了，那我觉得等一下可能要改变一下策略，如果下不去的话，下不去的话我就在车上晃前晃的。现在呢，已经到这个高美湿地了。那现在其实外面是在下着雨，而且风超大。哎，那现在怎么办呢？那 我看到那边有一个凉亭，大家有没有看到？对，所以我现在车子就是先停路边，然后走到那个凉亭去，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木栈道那边。我们来看看现在的高美湿地跟以前有没有什么差别。哇，这就是以前的那个木栈道啊！哇，风超大。看一下，哇，一望无际的，就是感觉就是非常好。可是现在风真的是太大了，哇，我的镜头上面有水，就有帽子要飞了。其实啊，就是心情不好的时候啊，看这种一望无际的这种海边的感觉啊，就非常好。而且以前的木栈道怎么不见了、啊？在哪里、啊？我记得以前的木栈道是不是从这边这样走过去？还是我记错了？看起来好像在那边呢、欸。我有看到一个像木栈道的东西。好，我们开车过去看一下吧。正在这里啊，看到了。有很多人走过去，有没有？大家有没有看到那里？哇，我镜头都是水滴，这个就是木栈道啦，这里。好啦，那其实这边就是很多的这个风车哦。这里今天天气真的不太好，风超大。然后，不然我走过去给你们看一下木栈道，拍完我们就离开这里。这里风实在太大了，风超大，我这整个头发都被吹成这样。不过这也就是旅行好玩的地方，就是你永远不知道你会遇到什么事情。一个人的旅行就是这么的不一样。我们就拍到这吧，因为这里实在是风太大，雨又雨。然后我怕我的机器被雨淋湿。好了，那我已经回到车上了。那这次的影片呢，我觉得就到这边吧。那这次的生日呢，就这样子平平淡淡过去。那我也是希望，就是当然是就希望大家的身体健康啊。就是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的话，就没办法好好的去享受你的人生。对，所以还是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。那最后呢，就是我要感谢大家对我的祝福，不管是在 FB 或是私讯留言的，我都谢谢你们。而且也谢谢送我礼物的大家。那我今年生日就这样，平平淡淡就好。年轻的时候还会想说要跟大家一起庆祝，就
唱歌啊，或是干嘛的。可是现在可能就觉得来个冒险其实也挺好的。那今天的影片呢就到这边啦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呢，你可以帮我点个喜欢并且分享。那如果你想要持续追踪我更新的内容呢，你可以订阅我哦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